真要我去，那也得等到3年之后啊。为什么呀？我跟公司是签了5年的劳动合同的。可不是嘛，你看看。如果合同的期限未满，我辞职，那是要赔20000块钱的违约金的。20000块钱，哎呦，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大数目呀。不过对大江来说，只不过是九牛一毛、芝麻绿豆大的这么一点小数目。哎，我说招弟啊。 你哥叫你去，这20000块钱呢？我看他呀，早就有打算了。你这什么话呢？大江既是有钱，也是拼本事，一分一厘赚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这钱呢，咱们一分都不能出。他就是法院判了，咱也不出。这个钱呢，在我们口袋里，他呀，也奈何不了大江。20000块钱啊！我看外企是狮子口大开呀。 这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？等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，你放心吧，啊。那万一法院判决我们败诉怎么办？万一万一，哎，不过话也说回来啊，这招弟能够被外企老板看中，那肯定不是一般的人才。对呀，要真要是能够到我们春雷来服务，那给我们春雷创造财富肯定是无限的，这20000块钱花的也值。你这么想就对了。 <笑>我去看看。哎呦，招弟，来来来来，赶紧进来。嫂子，哎，招弟，快坐。谈了没有？谈了。情况怎么样啊？应该是还挺好的。哦。交20000块钱答应放你走。没要钱。哟。他真是不放你走啊？不是，说同意我辞职，但不用赔违约金。 回来了要给我打电话啊！好，就这样吧啊！两人互相照顾着啊。乔生，乔生，妈舍不得你。哎，到了那儿可记得给妈打电话啊！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记得跟妈说。 行了，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是读书去了，我不是上战场。是，别烦了啊！妈不是舍不得你吗？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去吧，啊，赶紧去吧，啊，照顾好自己啊！啊，两个人互相照顾着点啊。 哎哎哎，come on，come on！你刚才说什么话？你再重复一遍。What? What you said? Say it again. I see. Chinese don't speak Hanjin. I look down upon Chinese.
说他瞧不起中国人。你瞧不起中国人，你为什么要穿中国的衣服 ？Why do you wear the clothes China production？ I hate Chinese. I don't use Chinese. 他说他从来都不用中国的东西。这是你说的，那你就把身上所有的 Made in China 都给我脱下来。不脱 ，Your things of China manufacturing。Of course, if I have。嘿，他说他没有。Incredible！ 介绍一下啊，宋乔生，娜娜，坐下，服务员，来两杯威士忌。你稍等我一下，我去趟厕所。丽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扫兴啊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我完全自由了，没任何人能管我，我天下第一呀！啊，来，为我自由干杯吧！啊，干什么杯呀？我们回去吧。哎呀呀，你烦不烦？快走吧你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打人呢？你管呢？去你的！啊，我同学，我同学，我们是同学，不要打了。同学啊，不要打了，同学自己解决。回去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你自己走吧。你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这是谁呀？哎，你别管他了，走吧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哎，丽丽。哎，张阿姨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好久没来看你了啊。怎么样，还习惯吗？嗯，还行。想不想家？嗯，有一点点。乔生怎么样？说实话吗？当然了。嗯，乔生一到这里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他什么坏事都干。他都干什么了？他经常不做作业，还老和同学打架，他还常常去酒吧，喝得醉醺醺的。最近还考试倒数第一，被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听说他常常跟一个叫娜娜的女的去汽车旅馆开房呢。开房？嗯。这孩子再这么下去，那肯定完蛋了。谢谢你啊，丽丽。嗯。以后乔生再有任何状况，你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好吗？嗯，好的好的。张阿姨，来跟我喝一杯啊！喝什么呀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走，跟我回学校去。哎，张阿姨，今天学校不上课啊，我回学校干嘛呀？
乔生 ，God knows your life。张阿姨，你说什么我也不回去。哎呀 ，Eller， I'll degree。乔生，你来加拿大是读书的，不是来吃喝玩乐的。你跟我走。乔生，他谁呀？是你妈？我妈才不这样呢。那他凭什么管你啊？叫他滚开。哎，张阿姨，你还是走吧，回头他们对你不客气啊。我看他们谁敢。乔生，你是不是男人呀？张阿姨，你又不是我监护人，你，我跟你客气，我才叫你阿姨的。那你要是不客气呢？行行，我不跟你啰嗦啊，走走走，咱们上那边玩去。乔生，乔生，乔生，喂，啊，我是张曼玉啊。哦呦，张曼玉啊，哎。嘿，你现在在东莞啊？不，在加拿大。哦，那是国际长途啊！哎，什么事？你说。月清在吗？哦，他们两个都不在，一个在深圳，一个在上海。对，没有电话联系呀，他们每天要搬来搬去，找不到的。什么？要紧事啊？哦，哎，好，再见。我还没说上话呢，你怎么挂了你？这是国际长途，每分每秒都是美金计算的。搞什么？哎，老头子啊，那你们有没有问问乔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忘了。哎，你要不，反正有电话，咱们再打个电话问问看。好了，等他下回再来电话再问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今天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要守在电话机边上。如果大江跟玉清来电话，马上要告诉他跟张曼玉联系有要紧的事情。有要紧事情啊？对。会不会我们乔生出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乔生在学校里好好的，会出什么事情？哎呦，老头子，哎，我们乔生在学校里出的事情还少啊！真是阿弥陀佛，肯定乔生有什么事情了。不行，我要打个电话问问去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的啦？如果乔生有事情，他不直接告诉我，找的是他们两个人，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乔生肯定有什么急事情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不是万能钥匙，笨死去！阿弥陀佛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曼玉吗？月清，你可急死我了！你怎么现在才回电话呀？怎么了？我妈说你有什么急事找我，快说呀！你赶紧来趟加拿大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乔生出什么大事了？你那个宝贝儿子在这里没人管，真不行。从来不做作业，考试永远最后一名。哎，又喝酒又打架，还经常泡吧，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孩混在一块儿。校方老师已经多次警告他了，如果他再这样下去，再不过来管的话，早晚得被开除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我怎么知道呀？你赶紧过来管管吧，再不管的话，他已经没药可救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加拿大，咱们见面再聊啊。好，那我等你，快点来啊。好，再见啊。丽丽，干嘛？来，帮帮忙吧啊。你又要我替你做作业，你考试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就帮帮我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不帮。哎，谁要你的钱呀？你自己拿着用，我不帮你，不好意思，不帮你。月清啊，我见过那个叫娜娜的姑娘，甭提多恶心了，也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烂糊货。乔生长期跟她在一块儿，学不了好，早晚得完蛋。哎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就是留在这里陪读，也管不了她呀。要不这样吧，赶紧让她退学回去。想要把她挽救过来。我想，这恐怕就是唯一的办法了。那行，那这样吧，你看我来也来了，要不呢，你约一下老师，咱们见一见，了解他的情况之后，我再跟乔生谈。也行，
你今天刚到，休息一天，明天再帮你约。我不累，咱们现在就去。乔生啊，乔生，你来加拿大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那些作业有几次是你自己做的呀？门门考试不及格，你来加拿大是读书的吗？天天泡酒吧，那是学生去的地方啊，还和什么娜娜在一起，妈都说不出口。你俩是在搞对象吗？妈，这是在加拿大，这不是在中国。男女之间这种事儿，就像中国人握手一样，非常平常的。我们不是谈恋爱，我们就是逢场作戏。那你就成外国人了啊？外国人有几个像你这样子的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们老师说好了，明天啊，咱们就办理退学手续，跟妈回国去。退学？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待着，再待下去你会堕落下去的，必须得跟我回去。退学你起码得经过我同意吧？我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跟我说也没用，我不回去，我坚决不回去。不回去也得回去。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我改不就行了吗？我不回去。哎，你改能改得了吧？妈，我保证，我保证行不行？我保证好好念书，不泡酒吧，我也不找娜娜，行吗？不行，必须得跟我回去。我都保证了还不行啊？当然不行，我知道你的保证是不管用的，只有你跟妈回去了，妈心里才踏实。不是，我已经保证。那我对天发誓行不行？我不信，你给我起来。我宋乔生对天发誓，我绝对好好学习，我不泡酒吧，我也不找娜娜。如果违反诺言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哎，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疯了你？啊，你同不同意我？你不同意我就死了，江南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宋乔宋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妈信你，妈信你，你真下得了手啊你啊！哎呀，本来啊，我是要带他回去的。不过既然看到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，要痛改前非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呀。叶星啊，你儿子才多大呀？怎么学的跟黑社会似的呀？还不都是跟电影里学的？现在不管他从哪儿学的了，只要他肯改就行。你真相信他能改好呀？不信又怎么样？他说了，硬要他回去，他就死在加拿大。什么？他居然敢威胁你？他可不是威胁，那是真的。他要把刀敢往自己的胳膊上杵，就敢往心脏上杵。那没办法了，希望他真的能改好吧。你问他没有？他是不是跟那个叫娜娜的谈恋爱呢？我问了，他说不是。他说在加拿大这种男女关系就像中国握个手一样随便。是 ？No， 加拿大是个文明的国家，哪有你儿子说那么乌七八糟的？我知道他是在找借口，反正他保证了，他说以后啊不再和娜娜交往。你帮我盯着点，要发现了打电话告诉我，我让他立马退学。这我也没。等会儿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谁呀？连琴。Darling。啊。怎么了？那么晚打电话呀？你们那里是深夜，我们这里还是大白天。打电话，我只能主动录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想我啦？当然想啊，可你心肠硬，你把我忘了呀？谁说的？哪有啊？最近还不是因为乔生的事儿？您这几个都来加拿大了？是啊，乔生这个年纪似懂非懂的，你要多长几个心眼啊？行，我知道。月清跟大江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在加拿大舍我弃谁啊？外号小诸葛。嗯，有没有管教孩子的妙招啊？高中我又没孩子，我没有高中。别那么谦虚嘛，说来听听。你不是经常眉头一皱，提上心来吗？行啊，等你和我结婚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我就有高中了。那我还得继续考验你呢。怎么了？着急了？哎呀，你考察到猴年马月呀、啊？啊，算了，言归正传。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你就把乔生啊放回国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啊，你各方面也注意啊，嗯，拜拜。哎呦，这躺半天了，你看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。哎，你说这个挺可怜。怎么了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怎么？突然就这样了。他这怎么了？晕倒。不知道啊，突然就这样了。
那送他去医院啊！这年头谁敢送人去医院？就是。哎，出租车！这位同志，你不用着急，人我已经送进去了，在抢救呢。看来你还算是个好人啊，把我妈撞了没溜走，还把她送到医院来了。哎，不不不，同志，这个你妈妈不是我撞的，是我把她救了。当时有很多人在场啊。不是你撞的？不是。那怎么是你把她送到医院来的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吧。当时那么多人围着我妈都不救，偏偏等你来救，你说谁信呢？哎，同志同志，这可不能开玩笑，确实是我救的你妈妈。你不感谢我没有关系，但你也不能把这事赖我头上啊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个无赖，只要你把我妈妈治好就行啊，我不会趁机敲诈你的。你看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当时到场的时候你妈妈已经躺在地上了，是我把她救了。当时有很多人，你可以问他们。问谁？我找谁去？啊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你撞了人还想走是吧？你绝对不能留，你想留是吧？你我撞的，不是你撞的，你那么多人都看着呢，你还不承认？撞了人还想跑？吵什么吵？这是医院，请你们安静。妈，妈妈妈，哎，你别想溜啊！好好好，不走不走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严重的低血糖，突发性脑溢血。幸亏送医院及时，得住院治疗。你们快去办入院手续吧。去办住院手续去吧。走走走走。哎哎哎，干什么？交钱呀。哎哎哎，凭什么我交啊？你撞的人你不交谁交啊？走走走。阿贵，你别冤枉人家，是我自己眼睛一黑，跌在地上的，是这位好心。喂，大江啊，我是今天下午刚回上海的。这小子怎么样啊？那边没什么情况，其实那个学校有点小题大做，对，就增加了一门那个学课。啊？你没蒙我吧？你想多了。你看你怎么连我都不相信？他表现怎么样啊？表现，我问过老师了，也没有什么违反纪律的。照这么说，是虚惊一场。那你就安心睡大觉吧。好好，我马上睡，马上睡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就是那俩洋鬼子上次打我，要不要收拾他们？发话，那两个人都蛮大的，我怎么觉得打不过？他们长得高大点怕什么？咱们人多，四个对他们两个。上，过。哎哎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不是那个……哎呀，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上次那个事儿是个误会，我以为你在调戏那个姑娘，在欺负那个小孩。哎，我欺负女孩用得着你管吗？不是，我今天让你长长记性。给我打！操！让你放牛逼！操！操！水枪来了，快跑！求生！有警察！快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这学校也太过分了，说开除就开除，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。说这也没办法。说是扰乱社会秩序，校长也是费了好大劲把乔生保出来。哎，你回去怎么跟家里说呀？我先回国，但暂时不能回家。
不回家？回家？不回家？你去哪？去哪？就是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东东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你说。那个，我不能让家里知道。回头我家里寄来的钱，我先放在你那儿，然后你再寄给我，行不行？当然可以，咱们是兄弟，这是小事儿。你回去把详细地址告诉我就行。好，我一找到安身的地方，我就把地址寄给你。OK。谁呀？我，是我。大牛。想死你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还知道回这个家啊？你是不是嫌我在外面待时间长了，想我了？能不想你吗？我看那个刁三顺找不着啊，就算了，你就回来吧。刁三顺那个王八蛋，我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他找出来。你知道吗？你在外面，我整天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你出意外。没事，我大牛，命大。我看你呀，快把这个家忘了，把我这老婆给忘了。哪能啊？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，我也不能忘了你小芳啊。你说，你就不能再回来跟着大江干吗？那不合适，我都把他弄得倾家荡产了，我哪有脸再跟着他呀？人家就没有计较过呀。不行，我还过不了自己这关，我还没原谅我自己。去死了！大江跟月清都跟我说了，你要是回来就再不让你走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我抓到刁三顺，我一天也不在外面待，行吗？其实我在外面待着也挺难受的，我特别想你，想你想的都熬不住了，这不就回来了？哎，你把床铺一下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宋朝生吧？你认错人了。你又不是逃犯，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呀？你是谁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一朝生，两朝熟，讲几句话不就认识了吗？你到底谁呀？我叫咪咪，之前在你们春雷当迎宾小姐。哦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在这陪客人唱歌跳舞，比当迎宾可收入高多了。又能玩又能赚钱，不错。交个朋友吧。嗯。你可能没有注意过我，可是我看你好几次了。你是我们整个东吴城里最帅、最有吸引力的男人。是吗？你也挺有吸引力的。真的？那为了我们两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俊男靓女，我们干一杯吧。干杯。听说你在外面留学，怎么就回来了？不想读书呗，就回来了。那你父母知道吗？我没跟他们说呀。那你怎么回家呀？我不回家，我住旅馆里。真的？啊？你这么高兴干嘛呀？因为我也是孤身一人啊，这样我不就有伴了吗？那这可不能让我父母知道啊。这你就放心吧，为了庆祝我俩有缘，走吧。我们去跳舞。不会。哎呀，来，我教你。奇怪啊，
为什么我无论怎么摇头都不如他们摇得带劲？你笑什么？就算你摇破脑袋，你也不可能有这个效果呀。为什么？要跳摇头舞，必须得吃摇头丸。摇头丸？对呀，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药丸，只需要一颗，你就使不完的劲儿。你这脑袋呀，不想摇，它自己都会摇。是吗？哪有卖的？这可哪都没有得买，必须得有门路。你有门路吗？你说呢？嘿，你肯定有。来吧，尝尝。哎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药可会上瘾，我可吃不起。上瘾怕什么？你是老板的儿子，你当然吃得起了。这应该是立竿见影的。走啊，我们试试去。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什么，这是人。啊？他死了？他没死，他在睡觉呢。他怎么不回家呀？因为他没有家呀。我有家，但是我不想回。哎，我住南门天天宾馆204，这不是我的。就我家呀，也可以是你家呀，明天搬过来吧。我跟你住一块儿啊。你不愿意啊？不是，我是问你晚上多少钱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信不信我扇你啊？啊？你不要钱呀？我这么一美女送你面前，你还不要啊？大牛，你这次去了深圳，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啊？我要是想你了，我就坐飞机马上回来。我看你呀，一去了深圳就忘了还有这个家了。哪能啊，我大牛就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我这次回东吴不能跟任何人说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这么神秘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嗯，一会儿我就把东西搬过来。行啊，那你是让我养你吗？笑话，我哪能让你养我呀？可是你哪有钱啊？跟家里要呗。叫他去抢啊！他是个无底洞，这个钱堆得满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你总给他钱，他没钱要去犯错误，要去做坏事的。你赶快，赶快汇钱去。不给。老头子，箱子里有10000块钱。不去。到银行去换成家元。不去。你去啊你啊！我头子，你真是的你。
还不错，就他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丽丽，丽丽，张阿姨，你怎么有空来了？我来看看你跟乔生，给你们带点吃的。谢谢谢谢。乔生在吗？怎么样？他最近怎么样了？他上个月9号被开除了，11号就回国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开除？对呀。已经回国了？对。这月清也真是的，孩子回去了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喂，哪位啊？没你个头了！你还没回东吴啊？我这不是在上海忙着吗？快了快了，等事情落实的差不多啊，我就回去了。等你事情落实了，你儿子也差不多了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我刚刚去给他送点吃的。丽丽说，你儿子上个月9号就已经被开除了。什么？被开除了？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呢，你想听吗？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儿啊？你儿子上个月9号被开除，11号的时候就已经归国了。那他从加拿大打电话，肯定人还在加拿大呀。月清，这不可能。按照加拿大的规定，外国留学生一旦被开除，护照就会被注销，并且限期离境。他怎么可能在加拿大呢？他肯定是回国了。而且他是不敢回家。那他人现在……反正你儿子现在肯定不在加拿大。月清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别再做什么生意了，赶紧回家找儿子吧。好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月清啊，宋大江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什么都不做了。你放下手中的一切，赶紧去机场。你今天必须给我回东吴。哎，月清，月清，冷静点，冷静点啊，不着急，什么事慢慢跟我说。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你别跟我啰嗦了，我让你回家你就回家就行了。坐吧，坐。怎么回事？跟我说一说。坐吧。我都打电话问清楚了。他是上个月9号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的，这个月11号就从加拿大回国了。前两天还假装打什么国际长途向家里要钱。现在人肯定是在国内了。好，也不用太担心，可以肯定他人是安全的，对吧？他不回来，可能觉得自己没脸闯祸了，认识到自己错了，没脸回家。他被学校开除，都已经回国了，他现在不回家，他人能到哪儿去呢？年轻人嘛，打架也很正常。那我们要弄清楚他为什么打架。对吧？是因为一时的冲动，还是道德品质这方面出了问题？如果是道德品质出了问题，问题比较麻烦。乔生就是这方面出了问题。你不是说他在加拿大表现一直很好吗？我不敢对你说。这么大的事儿你瞒着我？